我好开心加入 IPG 呢个大家庭，有一个好好嘅文化同埋一个好好嘅平台。我今年 hit 到我人生头一桶金，我希望增加我哋团队嘅 sales， 帮 IPG 揾多啲钱，创造一个奇迹。然后今天做销售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解决顾客的问题，做 property 是一个机会，一年就够了，两年也够了，大家一起加油。相信比怀疑真是多一分机会的，踏出第一步过后，知道人家做得到的我都可以做得到。地产的销售呢，除了努力还要是正确的策略。回想起当初两年前我是多么的平凡，现在的我对生活是可以选择的。我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一步呢？就是因为当初我选择相信，你踏出第一步，你的潜能才有机会被发掘出来。 IBG 公司不但实现我们的财务自由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公司不断的在培育我们，教育我们。因为一个人成功是暂时，只有不断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。无论在思维上、心态上还是技巧上，我们每一次每一天都是在进步，所以才有今天的 Lucas On。 在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地产公司，但是 IPG 与众不同。我在 IPG 给我体会到一样东西，就是除了赚钱之外，它给我很多成长和很多开心。如果今天你要在地产里面做一个好领袖的话，你一定要选择 IPG。 我是由 IPG 未 set up 之前一步一步地陪住它上，看到它的整个 system 的完善，我和我团队会继续 fully support IPG Malaysia， 帮 IPG Malaysia 这个平台扩展到更加远更加大。感谢我的团队 USG 的每位成员们，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，可是如果我们只要在一起齐心协力，我们的力量是最大的。成功不是偶然，失败绝对不是命运，只要你能从难关振作起来往下一步走，你就会成为下一个成功的那一位，加油。感谢我的团队让我实现了梦想，坚持和努力是很重要的。我希望我未来的伙伴们可以加入我们，然后实现他们的未来。首先我要多谢我的团队，如果没有我团队就不会有今天的我。我只是抱着两个字，就是相信。我相信 IPG 这个平台可以带领我去到我人生另一个阶段。今天我终于做到了。要成功，你一定要付出得比其他人更加多，因为成功一定要坚持坚持再坚持。在 IPG 我做了地产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，坚持跟不埋怨你不一定成功，可是成功者一定是不埋怨而坚持下来的人。大家加油，只要你选择相信，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力，大家都可以在 IPG 的平台越做越好。我在九年里面怎样可以继续行，一个就是坚持，就是坚持我的信念，就是当初我入地产这个行业的信念。你们一定可以行到成功的路，带住下家，顾住上家，利行职场一定是赢家。